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给小朋友们带来了魔幻陀螺。这是怎样一款魔幻陀螺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魔幻陀螺在哪里呢？它就要出现喽！当当，它出现啦！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哦。这是最强魔幻陀螺，它的名称叫超绝拓角羚羊。陀螺可以左右转，这是防御反击型陀螺。然后呢，两个陀螺之间可以对战。这就是超绝拓角羚羊。看一看这一面，这是陀螺的组装步骤，陀螺需要组装。产品名称魔幻陀螺，超绝拓角羚羊。好了，打开包装，快来玩一玩吧。哦，这里还有，这个陀螺是光属性的。把陀螺拆出来。包装里面什么呢？有拉条，有说明书，打开看一看。这是拉条，这是一个托盘吧，陀螺可以在这个托盘上面转一转。这里有很多款陀螺的介绍，我们的就是这一款超绝拓角羚羊。还有一张说明书，看一看。这边是玩法，这边是陀螺的组装，还有玩法。这是贴纸，贴纸贴在拉条的上面，贴纸我们就不贴了。先组装陀螺吧。这是运能盖，下面是运能环，下面是御战盔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陀螺，是一个黄色的陀螺。御战盔的下面是御能座，御能座组装好了，接下来是御神轴。把陀螺组装好，固定一下。好了，陀螺固定住了。
开始玩一玩吧。把辣条穿进陀螺里面。哇，陀螺转动啦，辣条穿进去了。好，拉动辣条放在桌子上面转一转。哇，它转得好快呀。有点慢了，就要停了。还在转动。好了，已经停下来啦。再把陀螺固定一下子。还有一种玩法，把它放在托盘上面转一转吧。把辣条穿进去。大家一起数三声就开始拉动辣条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转得好快呀。好棒，好好玩的魔幻陀螺。它停下来了。陀螺的上面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图案，因为它的名字叫拓角羚羊。好漂亮的一个陀螺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和小猪佩奇玩魔幻陀螺就玩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。拜拜。